有计2300万，租金都要40000几啊！搬入全海景单位都未满足，据知冯盈盈仍然有继续出动睇楼噶。月初就现身喺大围柏傲庄一期嘅示范单位，可见银弹充足。其实冯盈盈一向目标明确嘅，读书嘅时候已经想早日出人头地。佢喺港大主修食物及营养学系，本来就打算